怎么开的？我靠，你真是练武奇才！我到底怎么开啊？什么？我马上到。我再跟你讲一次，然后你会修理的就好。他们家的垃圾就是我们家的宝贝。知道了吧？我才是我们家第一。堂弟啊，这电视不要了。是，萤幕坏掉了。哦，坏掉了。哎呀，我们认识两年多了，对不对啊？对呀。哎呀，你刚来的时候啊，中文不好，我还送你一本。竟然使出套交情这一招。那时候就是要去买电视。那我们也来。套交情的方式不适用于我们家，我们宿敌太多。液晶显示器啊，已经落伍了。现在流行的是 OLED。我看整个社区只有我会修液晶显示器吧。那可以帮我看看吗？当然啊，当然。哎，我天天放臭屁的，你哪里会修啊？你什么时候会修了？你我家材料都特别好，你家的才是破铜烂铁。你胡说八道，雅弟不要相信他，他乱讲的。交给我。开始，究竟今年谁会是第一呢？雅弟啊，我刚刚打给阿昌，他说要帮你修，哎，免费的哦。不早说，害我从楼上跪下来，麻烦你。摆设也非常的雅致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哎，还有三口炉哎。看，还有那个阳台嘛，采光很好。对，景色好棒。景色很漂亮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啦，你这样子会吓到他们的。你有什么话，你好好讲啊。他们不知道你的规矩，他们都是好人啦。小姐啊，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我在跟他说。没事没事，这个房子好哦，带财。人家说哦，有那个地方通常都很……我怎么又多？小姐，请问你是谁啊？我是邻居啦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跟他很熟，有什么事情我跟他商量就好了。哦，是是是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啊，你们抽烟吗？我们不抽，我们不抽。不抽就好。哎，谢谢哦。蛮喜欢你们的，你们不用走啊。哎 ，Hello， 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小姐，你喜欢追剧吗？追剧啊，喜欢啊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住在这边的人也很喜欢追剧，以后你们就可以一起啦。你老公啊？我老公，你说住在这里的人？嗯，他。谁呀？哎呀，反正你们记得哦，以后追剧的时候不要关灯，要不然太暗了他看不清楚，他看不清楚的时候就会生气。老公，我觉得有点毛毛的。不用毛啊，他人很好的。神经病！哎，有什么我们都可以谈的啊。哎，就先住太。你们房子不干净，你也敢拿出来卖啊？不是啦，没有这件事。哎，没有。嗨，嗨，刘太太，哎，你又出现啦？哎，是啊。你这次是邻居还是灵媒啊？都是。刘太太，你真的不能再这样子了，你每次都把我的客人吓跑。我只是想来告诉你，我们家省吃俭用就是为了要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我有预感就是这间。但我也告诉过你，买房子不是靠预感，是靠钱。我们家有很努力在存了。什么时候存的差不多就通知你。下次如果你再这样，就是我通知警察了。啊，